天狼星，旁边的星星好像是没有太亮哎。那还有猎户星、小熊星。 我找到了我的双子星，果然离月亮最近就是被月亮守护的星星。往左边拉，能看到星系、火星、木星什么的。拉不动。 手机有点高，这眼靠太近了吧？呼吸全吹我耳根了，敢不敢再近点儿？看见了吗？这东西是挺管用的，比天望远镜好很多了。 为什么还有触觉啊？哎，你。某一个时辰，期许，一次约定，等待某一个感应，忐忑的猜测。 结局是不是你让我孤单的原因？最亮的流星划过绚烂的天际，却没。